个月召开了多次国庆筹备会议，并计划协调各项活动，且有许多的义工们协助，得以使今天的升旗典礼顺利举办。现在我们给他热烈的掌声，欢迎他致辞。 Good morning， 大家好，中华民国驻旧金山办事处副大使，各位侨学界，各位前辈，各位嘉宾，大家好。今天是中华民国建国101年双十国庆，在这个光辉灿烂的日子里，我们要缅怀国父孙中山先生及先烈们创建中华民国艰辛和坚毅不拔的伟大精神，同时也要追念先总统蒋公及顾总统蒋经国，将台湾打造成三民主义模范省及亚洲民主橱窗的卓越贡献。金山湾区中华民国国庆委员会今年迈入第35个年头，在前主委们共同努力扎下深厚的根基，才有今天的茁壮成长。今天我要特别感谢中华民国驻旧金山办事处傅振刚大使、金山湾区华侨文教中心苏尚杰主任，以及 Santa Clara County 县议长 David Cortez 这三个单位，在这次国庆筹备活动中给予我们大力的支持与帮助，并提供最完善的场所。我以最诚挚的心感谢金山湾区国庆委员会全体委员同心协力筹办双十国庆升旗典礼事宜，出钱出力，发挥最佳的团队精神。献上我千万个祝福，祝福支持中华民国拥护民主的侨胞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心想事成。也让我们一起来恭祝中华民国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国运昌隆，天佑台湾。